专题片、议题推进三部府，突出反映了近年来江西省委、省纪委、省监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工作要求，坚持使命引领和问题导向，贯彻落实全周期管理理念，统筹做好查办案件前后半篇文章，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从个案清除、重点惩治向系统施治、全域治理提升转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积极健康营商环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保证。专题片共四集，分别为永不停歇、浴火重生、系统施治、永保忠诚，采访省直单位、省属国有企业、市县负责同志和纪检监察干部，有关审查调查对象干部群众150余人，透过具体的案例剖析点评、深度反思、系统梳理、警示教育，生动讲述江西一体推进三不腐、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的故事。